抢先带你关心新闻焦点。央行连续三季维持利率不动，冲贴现率维持年息1.375%。行政院长林权亲上活线说明8年8800亿元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。伦敦恐攻，警方逮捕7名嫌犯。英国首相梅伊说绝不会向恐怖低头。11国的驻华大使联名呼吁，要求调查中国维权律师受酷刑事件。更详细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